来，敲到风。啊！我的闪光弹怎么在这里？我这个左右影响，尴尬，打了。包围！啊，我的仓鼠打了。哎，他这个位置可以拉了吗？哎，不，他走掉了，跑掉了。好，哎，不用吗？来来，可以，拉，碎啦！虽然他没反应，都不会破而已，有伤害但是没有倒。哦，撞死了！尾巴呢？在这边。看到了。这是谁啊？阎王。阎王。哦，还好。哎呦！哦，冰，宝玉谢谢。宝玉吧，宝玉，你很会磨哎、欸，就是魔豆，古龙的大宝，跟你说这次一定行。各位不能再死了。有什么？已经两次猫了。可以啊。什么叫可以啊？可以再一场啊。是没错的。我要去吃个饭。省着一龙，省着一龙。来了。来了。啊，被吼住了。我要吃防御力。阎王是吃属性吧？是啊，他还是有很多撞的，哦，我受不了，来不及了，去吧。哇，好远！哇，好烫哦！尾巴，不要尾巴 tank 了。哦，好远。怎么可以下去啊？行，很烫哎、欸，很烫哎、欸，不是他身体会烫，他的身体会烫。不知道，我有吃那个热无效啊，对。太热无效了。我的手有热无效、啊。那不就我最衰？你怎么最衰？啊，没有哎、欸。我也很烫啊！还好，我还有一点距离。哇，有点饿。哦，干超烫的啦！巨烫啊！这根给你，没上去。哦，范围怎么变那么大？
我先骑他们，你们先搞。撞墙，没，石头还在脚下。我来。好。哦，我不行到，他现在没电了，好暗了。啊，有电了，有电，电来了，电来了。一二三四五，转身在那前一秒消失，大家没事。倒了，我疯了。不懂，我的体力，我的体力一撞。结果啊！差点要读到了。卡。好、哦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
胆子啊，这个。 No ding. No ding. No light. No. 打多久啊？那脚上有刺青呢。23分钟，跟打那个缤纷色彩哪个比较快啊？缤纷色彩快啊。那看一下经验。这个就是有古那个 M 位古龙素材而已吧。 天之多吗？我看不到。我看一下哈。哦，比那个四只的再多一点点，多大概1/6吧。一条再，真的是一小格。一小格而已。不过我已经。 快69，我觉得打个调查就差不多了。Yeah。让他打一个自由啊。好啊。我先去探险队，啊不是，啊都要。让他打这个。 打啥？流斩加吃火。好啊。嗯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猫饭的啊。对啊。可是我的食材都满了，他还会给我。新的。你怎么会有食材满？ 目前的食材都满，那个酒的看起来。那是我的吧？你右上角有个特殊图案，那个就是代表集会所里面的人的。对。我去确认一下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可能满呢？哦，我看出来了。嗯。客串哦，少内。 黄黄的，按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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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嗯。 太刀来跟他拼刀了，他死了就算了。体力，耳塞破。 哎、欸，对啊，结果昨天那个不能看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手我的手机也太久没关机了。太久了吗？我今天重开机它就好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我看到斩龙了。太久没关机，它卡板了。嗯。它在角龙窝上面。哦。
路过上面了。对，上面打交道，上面那站了。我顶了！谁先打谁？刘展吧。好。刘展。展龙。不是刘展了，展龙了。尽力把他断尾。他没有在磨刀的情况下很难断。对啊，就说尽力。这边也太空旷了吧？要撞哪、啊？只能让他往前面走了，不然。木脚套。我有光胎啦。我再用这招。回光一点啦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会叫角龙上来、啊。可撞啦、啊！感觉可以哦。角龙来了。我听到流沙的。哈哈哈！滑下去了。按错，哎、欸，又按错，我是要装罐子。还有五千，再来，哦哟哟哟，他们在玩抛高高吗？火到智障哎！红了扯断，撞起来，开始断尾啦！哦，黄背吼。打到那只那个闪光虫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挂这些，哦耶！哦。回来了。哎呦，帅哟！哇，你真帅！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不错。是想当个耳鸣的太刀侠啦，靠剑气 OK 的。哦，够不着意思，柴犬啃尾巴，很美。好了。
上车，没上到。上车还没抓到，没想到，我的那个锁定不知道锁去哪里。我的 Uber 那没盖，没差啦，我在玩麦块啊。很像啊，蛮沙盒的。对啊。欸，去哪里啊？欸，中间。哦，没有。不是 ，Uber 乱跑。磨到了，磨到了。哇，没红，靠边，他磨牙齿。啊，没撞到。咦？哦。哇！会爆炸、啊。还是有事情。哎，亚美洛，亚美洛，哎，别再把脚坐上来了。刚所以刚第一次到底是谁打掉的？我。我啊。喂，我的时候可以刚好有角落，可以叫角落下来。我的耐力。快点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，打，快点打！哎，快点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别再动了，我受不了了！好，接到了。不错啊，刚好 OK 啊，你掰他，我掰。哎呀，yes， 可惜，那要去找吃货了。那尾巴不啃尾巴哎、欸，烦死。反正先就这样，还先不咬个锯齿让你们好。在吃货在那边了。作为一个柴犬不进城。哪儿？桌上。机会在森林吧。鱼啊鱼啊，水中游。我也是前面突然受伤。哦，这边有金色大独角仙哦。哪里？哪里？要绕一下。哦，你说那个转到里面那边了、啊？是活动的主机。哦，他正准备要去中间吃东西。不是中间，是水区。太壮了！啊，他这种。打到他了，他下来了。哈哈哈。追击吗？下不下来啊？哪个下来啊？大家追击啊！知道，等一下啊。对。有。坠机事故。我吐。撞啊！是啊，喷火！人家是地面系的。啊！二连，我要晕了。
啊！哦，被撞死了。一个 combo， 我是这样去。哎、欸，拜托不要。我把它斩下来了，好爽！什么东西啊？我的那个八刀大回旋斩，帅、欸！那个可以拿来剑切，真的很爽。是的。魔刀，哎呀，又要走回来，没看见门口，去哪？我？他刚在空中，我想把他冲下来，就他冲，他飞下来，来不及。我的乌本好像被撞死。想让他抓呢，好玩，找不到，听起来很舒服的声音。不要，不要再不要了。嗯，我被开红了，没了。开红。放下去。插耳朵。我放，我是不是放错位置？没有，我以为我以为抓到了。啊！他要走回去。哦，斩龙的天灵，还有吃火的天灵，哦，有什么都有啊！我拿到无伤加加护的珠子是怎样？要不受伤又要保护我，不受伤又要保护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保护你不受伤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也是啦，这样讲也是没有错啊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可以打主线了，我好开心啊！
这两个怎么看起来这么危险？力战个体而已啊。而已。对，而已啊。打到不想再打、啊。真的。小 case 的东西。猫车准预备。哎呦，爆车精！爆头巾很厉害哦。猫的保险金还是猫的爆头巾？是爆头巾。哦。它只要吃了一个技能，它就不见了。它不让我吃技能了。好哦。那我只好吃闪的闪寿司。哎，不行吗？好呗，到底我有对他是那个是那个问题，我吃完了。东郊的猫，好，决定派酱油萝卜糕的酱烧猪肉出去。What？ 看起来对，哦，去打红莲暴鳞龙吧。哦哦，好粘牙！你牙齿要掉了吗？快了，我觉得我的嘴唇跟我的牙齿要粘在一起。可以了，我今天年纪大，练。哇操！